是有你们这种货能够我直播做不下去。我看一下模型约吃饭的哦。不要再丢了，丢掉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就是要来当管家。当时我三点半了，我还没有当过管家。想一下上次那个老头说的话，从 LV 一升到 LV 87的时候，主播对你态度就是会天转十八变，天差十八级，天差十八月，然后十八层。留言女主播，你们下十八层地狱。那当玩家要干嘛呢？当玩家那是纯粹刷爽而已啊！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当玩家，刷礼物，实测这些主播的人性，花钱的爽。那我这次要刷的平台就不会是我以前曾经待过的平台，因为我觉得我会有点太熟悉，有失公平。我这次选择的是 Bigo 直播，因为我当玩家还是新手，所以今天找了一位专业的来，欢迎投配男。我不知道你看到这金额会不会觉得。我预期你不会太惊讶，出资了15万转。影片是要飞起来，是不是？两三支影片丢水里。就是想要怒刷，老板就怒刷10万，把主播约出去。我怒刷差不多13万左右，硬是多一点。影片可以写成涂鸦了吗？这样也要逼他，就提到他要逼他了。这个金额你 OK 吗？当然 OK 啊，我已经超过我预期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直播吧。Go！ 你用个心情不好就想刷，然后主播就马上来问你为什么心情不好。看到你心情就不好了，他说那你给我看我一片，你就一直刷他。啊，图片要怎么样？哎呀，墙壁上的车杆子搬掉。哎，对哦，啊，左边有小牛。哦，看来 rich 哦，哦 rich。你要刷的完全不在乎。我觉得其实他应该会看得出来我很有钱，因为我的 ID 旁边是 VIP， 看起来就是 super rich。龙哎，你先问他个问题，先跟上他的话题。看灯会的时间，就为了多陪你们，还特地买灯笼。我都想跟他讲，我都没时间看灯会了。那你再补一句说，我现在忙着看你。心情不好就要来我这一台，我就会让你开心。你跟他说，但是我开心就刷不出来，逗点让我哭，让我哭，让我难过了。他一点的东西还蛮多，花样还蛮多的，有大便，你要不要送他大便？好啊，先给他点食好了。这首歌就送给心情不好听的。他送给我听歌哎，他是放那个买你啊？干会耶，就是这种。你当初也是这样的。我都刷了不少给你。你要先找到认同感，不过是新主播，你先告他榜一就对了。你看，谢谢主播的歌很贴心。而且我看到一个 V 七，很像螃蟹。他是说我吗？他说我是像螃蟹。你刚想说他说我住内湖。他只要我，他直接点他上道哦，这个蛮厉害的，他有在跟我互动。我们一开始就先来一个狠一点点的，先耍了 ，Go Go。我们看反应，看反应。哇哦！蛮可爱的嘛，哎，这主播很可以啊！哇，耶！离我的那个活动榜又近了一点点，开心。你刚刚说你的活动是什么？我们先了解他的活动，我们针对性的抓。我的活动就是那个啊，全新情人节，他的礼物就是 Love You， 还有 Rose Box。Kiss me， and be with you。还有你刚刚放的《泰森101》，螃蟹不都很那种吗？对。你刚刚刷20个 Marry me， 我要喷酒精哦。干老师哦。你问一下主播刚刚在做什么？怎么头发变成这样？送他一个 hard word， 不知道是什么，是送他我送的。他挂，真的是挂。哎，他这个画风不错，哎，他蛮可爱的其实。可是一想到他的头发，我就觉得他刚刚一定干过什么奇怪的事。我有这个想法，但我你没有讲出来。他的喜欢，感谢大家的疼爱。你刚讲说自己来都误会你，他送他一个1314。是哪一个啊？这个。对，补偿他一下。你刚说，我刚刚好不容易找到天菜，结果他头发这么乱，我以为他有男朋友。他好小。好不好？你刚刚说好，那我现在心情好了，再会。变好了，叫你讲话变差了。直接走，你还蛮诚恳的，得赖群吗？多少有点加这种问法就比较俗套一点。他说标准不套。2000。2000哦，直接给他。那不要1888。谢谢心情不好，谢谢心情不好。好像是我取错名字了，我取错名字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可恶啊！我播到一半，两个剪辑都离职。现在帮我看一下是谁呢？拉美莎，关我三十日期限，不好就想杀。你现在把 ID 改成心情好想挥霍。挥霍啊，可以挥霍。挥霍好了。有人说大咖来了。你是大咖哎、欸。刷大。谢谢谢谢，有
我就可以说你把武器偷进去了，别说吧。今天是什么？今天真的很害怕，找我问一下。有吗？有吗？你每一次又是什么？是这个，这个超贵的。超贵的。但我很害怕哦。靠腰，你就这样子随便送出去。这个我这里啊。快1万块新台币耶！一挥手就1万块。哎，我哥真的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，就这样下去，我真的要哭了。这今天是怎么回事？他好烦哦，他在干嘛啦？谢谢哥，真的谢谢。不要再丢了。哎，我只是说我们整个变得很温馨哎。他都哭了，落泪。好酷哦，好像挺疗愈的这一台，但是蛮疗愈的。我看一下，被你搞的，一个不小心剩6.7万。没有关系，我们先看一下讯息，我很好奇。我看一下魔讯息，约吃饭的哦。你得到复制贴上成就一，很罐头讯息。有一个回我说台北人啊，对啊，哥哥也是吗？我说等一下，我忙着刷你。哦，他回了，哎，马上一下播就密我了，这主播。谢谢哥，很难得看到101。你说小事，叫最帅啊。然后呢？他一定会再回，有回的越简短，他回的越多，精简有力，直播版面很重要。我会后哥又回来了，变成我会后哥了，被框了，你被框下来了，我就被快笑死，难怪会着迷直播啦，我懂了，就用直接送吧。对，我也觉得直接送。啊！你升多少级？直接没点数了。你二点中。直接送出这个平台最大的礼物。有，刚有一个，应该是有。就是这个八年咖啡40000的，哭啊！他内线好发达耶！丢掉啦！哇，我是你的后宫，你就这样？那我要送你一桶吗？你跟我说。叫我团长。叫我团长。谢谢我团长，谢谢。你已经是他全榜一，不是日榜一耶！我真的很屌哎。我真的，我想梦到你，真的见。假的，这么耳烂哦。真的见，晚安。是我今天会梦到你吧？很撩哦，可以撩哦。我今天玩家一整天呢，我觉得我心得组织了差不多15万点。我刷完之后，我觉得就是钱就是这样挥霍就过去了，然后觉得很爽。就跟你的 ID 一样，你从心情不好就想刷，已经玩到心情好想挥霍，还是在刷，可是刷就是爽。花完那一刻，我真的脑袋想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当那个主播说你之后还会来帮我吗？你会很想再回来看看。对，我觉得下次会上映。整体来讲好了，就是你接触直播那么久来，然后对玩家的夸奖和心得，看大家目标是什么。单纯交朋友，觉得这个很努力，很不错，想支持一下，这种是最温暖的。有些人管很多，管东管西，那么讨厌，是干皮子。为什么主播要做直播？有些人说主播收礼物很现实，就是啊，主播好像只理那些刷礼物的人啊，然后我们这些不刷礼物的进来聊天就是垃圾。废物啊！我以一个直播主来讲，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。我今天做直播主，这是我的职业。我进去这个直播平台，就平台我公司去直播，我需要业绩。所以你们进来聊天，我当然希望你们赶快丢礼物给我啊！无可厚非，无可厚非。有丢礼物给我，我自然会跟他更多的互动嘛。今天不能是说，就是你白聊天啊，或者是主播不理你，就叫他现实。直播平台是做免费的吗？主播聊天是做免费的吗？肯定要收益啊！肯定要大家的支持。就跟你可能做保险业务，有买你单的人，然后你就会更加热情，三节送礼啊。关怀客户是一样的道理，主播也是嘛。我刚离开直播间之后，收到多少讯息？7-8个有。那个可能有点稍微偏主动一点，对他一点点数都没丢，他就直接问我要不要吃饭。而且就是今天，就像我们这样小刷小刷，从小慢慢刷到大，跟不同的可能连续刷，然后跟直接炸大礼，主播有各种不一样的反应。每一个主播不同的个性。你不管到哪一个公司上班，你面对业务也是，也有现实的业务，也有跟你就是想交朋友的业务啊。你会喜欢哪一种？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分享、按赞、订阅，追踪我的 IG、脸书。第一次赚30万，只是吃饭吗？啊，对，你给我。老娘，先不要，我要找一个很新鲜的，像刚刚那个虎牙妹也不错。你不要这么腹黑了，哎，30万为了要吃个饭很贵，要吗？你下次开高一点。吃一次饭80万可以吗？我可能喜欢虎牙妹。好，算了，拜拜。